哥，这个是怎么卖呀？10块一盒。哦，给我一盒可以不？可以。要多久呀？马上好。好的。微辣吗？微辣吧。这是包浆的，两个不一样的。这两个有什么区别呀？这是包浆，换了豆浆的，那是发酵的。这是豆腐，这是豆腐。对。饵块是什么呀？饵块大米做的，卖完了。哥，我想要包浆豆腐呀。可以两个混搭的。哎，那我要混搭的，都试一下味道。谢谢。